未来会将实施于嘉义、屏东之间。海底希拉雅号首度亮相，列车仿佛穿上毛衣，可以看到以数位 3D 编织的笑脸、光芒和爱心走入车厢内，还有我爱台湾希拉雅的字样，光看心里就暖暖的，让不少铁道迷已经等不及了。那么尤其在区域旅游上，我们希望能够推荐我们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一直到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其中有一个管理处叫希拉雅，它就在我们台南的关田，那其实那边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农田的风景。希拉雅号是观光署和今年刚挂牌的台铁公司推出的首部主题彩绘列车，将行经希拉雅、茂林和阿里山等六个国家风景区，甚至还推出希拉雅便当，就希望民众过年走春到台南看灯会，也能顺便到景区逛逛，带动国旅。其实希望用希拉雅号来带动新的一年，那么2024，台南是我们建成400年，那么也是我们台湾灯会第35届。那么我们在台南的灯会，我们希望大家多搭乘台铁，多搭乘公共运输。在2月哈，我们这个配合哈台湾灯会在台南的活动哈，我们台铁也会提供好很充足的运能。好，那希望大家能多利用台铁。这辆仿佛穿着毛衣的列车将行驶到4月底，如果反应不错，台铁也不排除再继续延长。林轩、美工的洪新美报道。